呀，你来了！马上就到与珊瑚宫大人约定的日子了，我们也该出发了。准备好了吗？我先带你去我们海西岛的军营看看，之后我们一起去找珊瑚宫大人。如果中途运船的话，要及时跟我说。不过听说你在南十字船队待过，应该没事吧？准备，起航！ 这里就是我们海西岛军队的训练营了。目前的反抗军绝大部分都是由海西岛的本土士兵组成，一部分人在踏贝沙跟幕府军正面交战，一部分人留在海西岛保护百姓的安全。哲平以前也在这里训练吗？是啊，可惜我还没有完全得到教官的认可，就不得不去踏贝沙参战了。只能先在后勤部队帮点小忙。我暂时会住在这里，如果你想找我的话，来这里就好。要是我不在。 你可以写个字条贴在附近的墙上，我看到了就会去找你。啊，糟了，快到与珊瑚宫大人约定的时间了，下次再带你逛一逛海西岛吧。我先带你去珊瑚宫。 珊瑚宫，应该就是那位珊瑚宫新海住的地方，我们过去看看吧。 无论如何，粮草都是重中之重，不能有任何闪失。如今我们和幕府军之间的冲突日渐激烈，必须要优先保证后方稳定。是，我再想想办法。放心，有了之前那批物资，我也在着手扩充军队。人手不足的时候辛苦你们了，之后的局面应该会有所好转。扩充军队，太好了。 虽然不知道这次是谁在背后资助我们，但真是帮大忙了。哎，这不是哲平吗？你小子回海西岛了？这位是？嘿嘿，是珊瑚宫大人的客人哦，我是负责把他带回海西岛的。哦，莫非就是最近军队中已有传言的那位，力大无穷，百步穿杨，金刚不坏的新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啦？两位远道而来。 多半是有要紧事，我就不多打扰了。之后有空也可以来我这坐坐。那珊瑚宫大人，我就先行告退了。珊瑚宫大人，我刚刚好像听到大久保大哥说什么资助，那是什么？不久之前，有人写信给我，说愿意支持海西岛的抗争，并且送来了大量的物资。拜此所赐，我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招兵买马，与幕府军在正面战场展开对抗。 我对此也有疑虑，不过海奇岛并不富庶，这笔物资确实是雪中送炭，对方的要求也不过分，只说让我们竭尽全力对抗幕府军，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就当做是多了一个不愿露面的盟友吧，当然，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如果你们发现任何异样，请及时汇报给我。哎，珊瑚宫大人。 那前线的伙食是不是也会变好？前几天去伤兵营，那些家伙吵着要吃烤肉。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烤肉管饱，不过还是不许喝酒。<笑>太好了，也难为你们了。从演授令颁布，我们起兵反抗以来，军中的饭菜确实很少更换。之后我会和后勤部队进行协商，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改变。 不过我们的物资还是有限，胜利之前
还希望你们再忍耐一下。那野兽令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野兽令的颁布本就很奇怪，不管是天领奉行还是将军大人，他们的态度都很微妙。天领奉行突然对野兽令追捧至极，而将军大人似乎也对野兽令带来的战争视而不见。在解开这些谜题之前，野兽令恐怕都不会结束。我只能向你保证，只要野兽令还在，我们就不会放弃反抗。现在我想再确认一下，在了解到海奇岛和反抗军的现状之后，你还愿意与我们一同抗争吗？好，那现在我正式颁布对你的任命。从现在起，你将升任海奇岛特别行动队剑鱼二番队的队长。剑鱼二番队啊，是我理解的那个被冠以剑鱼之名的特别行动队吗？我记得光是进入特别行动队就很难了，居然可以一口气当上队长啊，这也太厉害了。虽然是破格任命，但我相信以你的智慧、勇气与力量，可以带领这支队伍走向胜利。好耶，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上任呀？剑鱼二番队如今正在本岛西南处的山谷待命，最近有一些流浪武士闹事，需要特别行动队来稳定后方。委任书我已经写好，你给他们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些流浪武士也麻烦你一起清剿。特别行动队的人都是海奇岛的精锐，身上或许会有些傲气，不过相信你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那我呢？珊瑚宫大人，有什么作战需要我吗？我也想为反抗军多做一些贡献。当然有了，等下我也会给你安排。嗯，保证完成任务。嘿嘿，虽然你已经当上了剑鱼二番队的小队长，但我也不会输给你。好吧，你小心一点，不要太勉强了。我们也出发吧。虽然直升队长确实很厉害，但我也不会掉队的，早晚有一天会赶上你的。今后一起努力吧。你就是新任的剑鱼二番队队长吧？珊瑚宫大人已经跟我们说了，军队中早有关于你的传闻，委任书也确认完毕。不过我尚有一个疑虑。啊？还有什么问题吗？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否值得我们追随。你们的意思是？放在平时，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不过现在嘛，这里有更好的靶子。我们驻扎在这里是因为最近很多流浪武士闹事，如果你能把这些流浪武士干掉，我们就认可你的实力。就让他们心服口服吧。让我看看你是否值得我们追随。上司无能的话，我们也会跟着送命，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可是很严格的。送上门的声音。羽线难化，古华生命，天雷古音，好，这下如何？火焰烧尽，终于成道，还是有两下子嘛，虽然不如传闻中那么夸张，但确实很厉害。介绍一下，我叫幸德，剑鱼二番队的代理队长，这位是加九，也是队伍中的老兵了。现在我正式把队长一职交给你，剑鱼二番队随时待命。遭到袭击的重灾区有两处，这里的流浪武士已经被队长干掉，他们的据点就只剩下本岛东部的浅滩了。不过那里的流浪武士数量更多，
战斗力也更强。是呀，海西岛还在和幕府军打仗呢，不能让这些坏家伙在后面捣乱。好多流浪武士。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在附近还有两个营地，不管我们进攻哪个营地，其他两个营地的流浪武士都会成为隐患，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支援或逃走。可是这样的话，队长有可能遇到危险，分兵之后保护队长的人数太少，我有点不放心。没错没错，这点人还伤不到我们啊。好吧，那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之后再回来与队长会合。以断挑财，财与流耗。天雷古音，周瑜，周瑜还是日夜换线。断财，火焰烧尽。不用，有一手知师成景。哥，好，嘿，喂，上，上，你在此宣判。呀，嘿，好，接招。一只一头，黑之翼，平断昼夜。上，上，还没见幽灵于此。就可以了，你没受伤吧？也不知道信德和家九那边怎么样了，要不要过去看看呢？队长，报告队长，其他两个营地清剿完毕，这样整个海奇岛的后方就暂时安全了。太好了，嘿嘿，既解决了流浪武士的麻烦，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过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呢？还是回去问问新海吧。这次终于出了口恶气，早就看这帮流浪武士不顺眼了，不过幸得以前一直不让打。好，说的好像没有队长在你们打得过一样，我不是为了你们好吗？明明是你比较胆小。喂喂，不可以吵架哦。真是的，我们还是先去跟新海复命吧。怎么样，上任的过程还顺利吗？确实是他们的性格，不过相信以你的能力，通过这种考验还是很轻松的。你回来复命，说明登陆海奇岛的流浪武士已经被赶跑了吧？当然啦，我们可是把他们揍得落花流水呢。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只要让大久保派人严加看守，就可以避免他们再次闹事。辛苦了，有功当赏，必须要给你奖励才行。让我想想，升职不行，太快了。增加军饷，我给哲平也安排了任务，是一个奇袭幕府海军的作战，他不愿意待在后方，我也尊重他的选择。言归正传，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想要交给你。特殊的任务？是的，在海奇岛和太贝沙之间有一处魔神遗迹，那里有几个小岛，经常被当作运送物资的中转站。不过这段时间存放在那里的粮草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但是军队路过的时候却又说没有发现危险。我想委托你帮忙查证一下真相，此事并不急迫，不必太过匆忙。这几天
你们不妨先熟悉一下军队，也可以在海奇岛各处转转。等哲平回来之后，你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找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出海。哲平他真的没事吗？一想到他以前冒失的样子，就有点担心。对了，我们去训练营等他吧。好久不见了，怎么样，和剑鱼二番队那些人还合得来吗？嘿嘿，就让我这个前辈教你一些统兵之道吧。你要给他们增加军饷，还要设置一些悬赏，要让他们遵守纪律。还有什么来着？哇，哲平，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从一本八重堂出版的小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用好几个团子当贿赂，那个朋友才答应借我看。居然试图用小说里的东西指导军队，这就是别人说的纸上谈兵吗？哼哼，不要小看我哦，现在我可是和你们一样，正在学习和摸索治军之道呢。没错，因为在海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我也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了，而且还是一个全新的小队，飞鱼一番队。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我问过珊瑚宫大人了，珊瑚宫大人说我们的队服都已经在制作中了，等制作好了，我们一起去把队服取回来，之后换上全新的队服见面，想想就觉得很酷。唉，真好啊，多亏了从资助方那里拿到的东西。那个队服我也会有吗？当然了，你也是我们海西岛军队的一员呀。好耶！队长，有新的作战任务到了。嗯，我现在过去。那我先走了，下次再见。你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我轻易的超过去了。我们才不会输给你呢。这可难说，现在我的状态超级好，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没想到哲平居然也升到小队长了，看来他真的很努力呢。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去魔神战争遗迹那边看看吧。大家在，前线一定不会有事，必须要速战速决。喂，应该就是这里了。不过确实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家伙，难道说是躲起来了吗？我们在附近搜寻一下吧。这些雷元素方杯感觉有些可疑。皆所愿，古法生意，紫影，天雷古音。想不明白，而且这里的气氛也有点古怪。总之，这里的事情应该已经搞定了，我们还是快跑吧。哲平，你怎么也在这里？我也很惊讶，原来是你们在这里调查。我刚刚运完物资从前线回来，想要顺便清理一下附近的危险。
没事吧？你看上去有点怪怪的。没事没事，估计是前两天出海的时候冻着了。路过这里的时候，我听说有人不久前刚刚登岛调查，就想过来看看，万一有什么危险，说不定我还可以当一回英雄。可惜遇到的是你们，看来我算是白来了。苏萍，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氛围有些特别？嗯，这么说的话，确实有一点。可能是因为这里靠近魔神奥罗巴斯的骸骨，碎神的气息比较浓郁吧。魔神奥罗巴斯，那是……哎，你看，那个就是奥罗巴斯留下来的骸骨。喂，这么大的蛇骨，看上去好吓人。是奥罗巴斯把我们的祖先从渊下宫带到地面上，才有今天的海奇岛。我们的祖先一直视他为守护神，但魔神战争期间，奥罗巴斯入侵了八运岛，雷电将军亲自赶来，以无响的一刀将其斩杀。那一刀也形成了如今的无响刃侠尖。无响刃侠尖居然是被雷电将军砍出来的，好厉害。是啊，不过魔神战争异常残酷，八运岛在那场战役中化为废墟，据说将军也曾在那时失去了珍视的事物。奥罗巴斯死后，海奇岛与幕府就多有不和，但这次成立反抗军不是为了信仰，只是针对衍兽令。奥罗巴斯毁灭文明，是将军站出来阻止了他。如今将军颁布衍兽令，剥夺民众的愿望，也必须有人站出来阻止将军。我先回去了，刚解决完幕府军的精锐武士，我回去休息一下，等会儿还有其他要做的事。啊，你们也赶紧向珊瑚宫大人汇报吧，这里说不定还有残留的碎神气息，长时间待在这里对身体不好。别担心，我的身体硬朗着呢。没想到卓平已经能和幕府军的武士交战了，不知不觉他也成长了很多呢。我们回去向新海汇报吧。新海，我们回……哎，五郎也在呢。发生什么事了吗？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好严肃。出现这种异常情况的人大概有多少？还没来得及完全统计。新海，五郎，发生什么事了吗？最近反抗军部分军士出现了诡异的老化症状，我将他们叫来盘问，才知道他们私底下从资助方那里拿到了一些秘密武器。他们大多争强好胜，对衍兽令极为不满，拿到这些秘密武器后一直在悄悄使用。难怪最近战局异常顺利，但这绝非正道，必须尽快禁止。五郎，你有拿到他们所谓的秘密武器吗？大部分持有秘密武器的人不肯交出，但我还是拿到了一枚。你知道这个东西吗？这么说，资助方的身份其实是愚人众。可愚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时间细想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通知军队放弃使用邪眼。最近有异常的士兵都需要接受治疗，希望还赶得上。等等，说到有异常的士兵，应该不会吧？我们快过去看看。五郎，我们也去反抗军营地，必须立刻制止邪眼的流通。是，珊瑚宫大人。五郎，我们也去反抗军。是，珊瑚。喂，喂，卓平。啊，是你们啊！你们来了。等一下，我先站起来。啊，啊。还没来得及跟你细说，我最近啊又立了好几件功劳，乘船与幕府军海战，
一个人击退幕府武士，营救被围困的同伴，以前的我做梦都不敢想。如果我能再强一点就好了，再强一点就能做到更多的事了。奇怪，我的秘密武器呢？什么时候？大概是在你被封为剑鱼二番队队长不久之后，我遇到了资助方的神秘人，他们给了我这个，然后跟我说，只要想变强，这个秘密武器就会回应我。简直就像是神之眼一样吧。我没用过神之眼，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邪眼听上去是个不太好的东西呢，和神之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样吗？确实，像这样来历不明的东西，有风险也很正常吧。最近这几天，我越来越疲倦，心里也隐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之前只是战斗后会更累一些，结果今天回来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东西了，真是遗憾啊！本来还以为要赶上你了。我果然没再被神明注视着呀。能拜托你件事吗？等到我们的队服做好了，你帮我把我那份也取回来，我们一起换上。你那是什么表情啊？伙计，别担心，让我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说不定就没事了。这瓶喂，你要去哪儿？喂，哲平的气息越来越微。嘿，哲平的情况还好吗？我已经下令，在军队中收缴所有邪眼。绝大部分的人虽然出现了生命力流失的现象，但情况还不严重。但也有少部分人。珊瑚宫大人，我打算单独开一个伤兵营，观察他们的情况。将士们闹得很厉害，明知是邪眼，他们也打算用下去。此事交给你来负责，我必须要去一趟前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军心一定会有所动摇。如果幕府军趁乱进攻，就功亏一篑了。你有什么打算吗？不行，太危险了，锁国令还在继续，他们的邪眼应该是在到期生产的，能够调动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背后必有本土势力支持，想要阻止他们，就只能捣毁他们生产邪眼的工厂，但那里一定有重兵把守，不能让你冒这样的风险，至少带着军队一起。珊瑚宫大人，我们收缴邪眼的时候很匆忙，应该瞒不过愚人众的眼线。如果我们再花时间整顿军队，他们听到风声一定会提前逃走。我知道，让我想想，在收缴邪眼的时候，我确实想过，工厂既要庞大又必须隐蔽，还要临近交通要道，保证原材料供应，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不多。再结合士兵们收到邪眼的地点推断，工厂很可能是在八运岛西南部的临海山崖。我不会阻止你，但你一定要小心，我们失去了很多曾并肩作战的人，不想再失去你了。要去那个邪眼工厂吗？真的吗？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好吧。
气息越来越微弱了。真期待啊。剑难化，这下麻烦了，总算能安静点儿了。显眼的材料吗？好多净化骨髓，总觉得有点眼熟。等等，这些净化骨髓会不会是从离岛运过来的？难道说勘定奉行？这个如何？断！哥，多看我一眼。
冻结吧。这刹那僵尸可才与流陛下的荣光加赋于我。接招！死神归于风雪。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里来，做得不错嘛。有趣，才见面就是一副要找我拼命的样子了。哦，原来是说这件事啊。你们似乎搞错了一点，我虽然站在这里，但也只是代为执行计划而已，主谋当然另有其人了。不是很能干吗？尽情去找吧。哼，才这点小事就被激怒了，你好像变了吗？变得不堪一击。你竟然说这是小事？难道不是吗？在这服饰之中，人命如同草芥一般，没有血眼，他们也一样会死。至少，血眼还给了他们实现愿望的机会。眼兽令的价值，你们真的了解吗？当初促成这件事花了不小的力气，自然是因为它有利于我们。不过现在看来，一切都很值得。制造纷争，为推广邪眼铺路，让力量自行吸引追寻他的弱者。只需要一点点代价，就能得到掌握世界的感觉。用性命换取无上之力，挺划算的，不是吗？眼兽令是你们促成的，难道说你们从一开始就……道西的外侧看起来十分稳固，但内侧充满了留给我们的机会。稍加力气就能从内部攻破，永恒可以把时间拉得很长，然而其间每一个节点都会变得无比脆弱。就像你在反抗军的朋友一样，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过是徒劳，如同水中泡影，绚烂的同时便会迎来毁灭。越是失去就越想得到，越是无能就越要挣扎。这种闹剧真让人开心呢。喂，快冷静下来。可恶。没错，就是这样。愤怒吧，愤怒吧，愤怒对这座工厂里的魔神怨念来说可是最好的食粮。你怎么了？快起来啊。跟着我说三二一，一二三，啊啊，快一点。不错不错，说明至少脑子目前还是没什么大碍的。好不容易把你这个像是嵌在了地里的小家伙给捞回来，要是坏掉了可就太可惜了。从一开始我就想问神子，你的谈吐举止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怎么完全不一样？是吗？哦，可能是摒退了其他那些巫女们的缘故吧。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哦，人们所展现出来的从来都是自己想展现出来的一面，这点我可清楚得很。所以不论哪一面其实都是真正的自我，只是人们总喜欢无意义的去定义罢了。在这姑且属于人类的社会里，我也不过凭自己兴趣照做而已。我好像没听太懂。多多研究人类吧，小家伙，你也会明白的。是呀，我当时光顾着照看旅行者，完全没注意你究竟做了什么。是明神大赦的秘法，一下子就让那个叫伞兵的家伙跪地求饶，你相信吗？
比起思考这样的问题，你更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回报我，不是吗？还是说你的脑袋回路果然还是出了些问题呢？倒也不必这么郑重就是了，我需要的是你的行动。哼，你现在应该还在惦记邪眼的事，是吧？放心好了，那个海基岛的领航人已经带手下前去清剿了，也向全军颁布了严肃的军令，禁止邪眼的使用。伞兵那家伙也不会在据点都暴露的情况下替他的同僚做些自讨没趣的顽抗吧。唉，要是有时间，真想看看那些愚人众大吃苦头的样子啊。做得可真不错啊，名为珊瑚宫星海的女人，好想当面再跟她好好聊聊，只可惜信仰分歧真是碍事。碍事？你可是明神大社的公司呀。好了，告诉你这些只是为了让你放心，然后专心替我办一件事。你见过他了吧？我说的不是那个人偶，我是说你应该见过他了吧。为了维持自我而在一心净土中进行着无穷无尽冥想的真正的雷电将军，其名为影。你是说仪式上出现的只是人偶，而真正的雷电将军是旅行者后来见到的那个？也就是说，当时变换过的不只是战场，连对手也换过了。这才是那位雷电将军的永恒啊。在追求这个国度的永恒之前，势必自己要先触及永恒才是。肉身终会归于尘土，就由人偶之身来替代。精神亦难逃磨损，他便将意识寄宿于佩刀之中，用冥想来规避一切纷扰。那么他用刀划开的那个空间就是一心净土，即是与他的内心世界一样的空间，一般只容许自我的存在。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外部的繁杂都交给那个只会不顾一切奔向永恒的人偶来处理，这就是影摸索出的永恒之道。你说的是摩拉克斯吗？许久不见，原来璃月的神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果然是位有趣的神。不过雷电将军这样做好像确实可以避免钟离那样的问题。可是他的做法不也很像是发脾气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孩童一样吗？而且他所谓的永恒也早已变成了他自己以为的永恒了，说到底不过是在害怕失去而已。其实你我立场一致，你想要拯救眼兽令之下的道七子民，我也一样，只不过顺带还想拯救一下这个国家，也拯救一下他而已。而关键就在于，既然一心净土也代表着影的内心世界，那么在那里击败他的话，就有着扭转雷电将军意志的可能。这就是你想到的废除眼兽令的方法？不是靠言语驳倒他，也不是借用反抗军的力量政变，而是直接扭转雷电将军的内心世界。理解得很快吗？总之，这是道七坠入黑暗的永恒之前唯一还赶得上让他重新走上正轨的方法了。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之处吗？我说过，一心净土一般来说是只容许自我存在的空间，而你可以出现在那里，就证明他对你有着足够的兴趣。或许他也从未见过对永恒来说显得如此不稳定的个体吧。没有其他人进去过吗？从那个永恒的信徒开始封闭自我时期，从来没有过，甚至没人知道那个空间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你的存在不仅是契机，更是钥匙。你果然没让我的期待落空啊，小家伙。哎，你怎么就走了？要去哪里？反雷电将军特训啊，我可是为你精心准备的，快跟上来吧。吗？啊，前面那个机关是……就当作是可以复现雷电将军招式的法器吧。我凭着记忆制作的。如果他的武艺没有退步的话，能提前摸索好他的出招路数，并找到应对策略的话，会有很大帮助的吧。你去试着不要被那些招式打到吧。毕竟从他手中死里逃生过一次。估计难不倒你们吧。嗯，怎么不去啊？莫非雷电将军给你留下了什么心理阴影？行，审判。可真是好好锻炼了一番呢。话说回来，神子，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有关雷电将军的事？哎，你问我吗？可能因为我就是雷神眷属吧。哎，雷斯特瓦林和巴巴托斯的关系那样吗？还真是看不出来。那听上去你们对我狐狸小姐的模样更感兴趣啊。想得美哦。其实奇怪的地方并非我的身姿，而是我与她已经不再相见了，不是吗？永恒不变的国度是我与他共同的梦想，但我并不认为那意味着完全的静止。从某个时刻开始，他便走上了我愈发难以触及的道路，在引踏入一心净土之前并没有与我道别，或许是一厢情愿吧。我想这也是他所认为的让友谊保持永恒的方式，不去道别，也不再见面，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恒久地维持在当年的模样，至少在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吧。既然已经踏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永恒之路，我可以继续维持现状，也可以选择不计代价地将他带回正轨。如今我选择后者，正因为如果遁入一心净土是他对永恒的一意孤行，那把他从自我的世界里揪出来，便是我作为永恒的眷属的践行。神子小姐是个很好的朋友呢。不过是为了方便你们理解我的计划，才把这些知会你们，可别得意忘形哦。好了，聊天到此为止，是时候进行反雷电将军训练第二期了。原来还有呀。
别忘了，要是中了将军那无想的一刀，可就彻底没救了。还不快好好训练。嘿，这个如何？哈，哥，嘿，呀，嘿，冻结吧，羽线难化。老实点，古华生命，真是抱歉啊。火焰烧尽，哼，也会冻结吧，乱不明吧，嘿，小心着凉，审判。完成了，这下怎么样？完成情况很不错，我看到你们的决心和努力了。那你觉得我们这下能打赢雷电将军了吗？我看嘛，完全不是对手。喂，那不是全白费了吗？哼，你们是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我自有盘算，又怎会让你们毫无胜机？说起来，旅行者，你对反抗军势力怎么看？哼，的确如此，即便偶尔能跟幕府军在正面战场取得些优势，但真正面对雷电将军的话，就凭那些神之眼都被嵌进神像了的人们所组成的部队，或许真的是些虾兵蟹将而已了。不要说的那么直白了，旅行者可还是剑鱼二番队的队长呢。我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倒不如说，正因为他们的渺小，正因为他们失去了神之眼，他们才有更加珍贵的意志。总之，如果能按计划进行的话，是一群还算帮得上忙的家伙。时间差不多了，我还有另外一位客人，先随我回名神大社再谈吧。怎么突然又要去接待客人了？真搞不懂你。好了，就先在这里聊吧。关于你之前问及的计划，其实我也揣摩了很久。你知道制定计划之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是什么呢？认清时局。演兽令的颁布明显是有人利用人偶将军一心只为永恒的特点所做出的诱导。这一点的确是最好的佐证。而回想一下演兽令的颁布与执行，从来都是由天领奉行左右其中，并且助推着法令的进展。好像林华也说过，每次呈上反对演兽令的文书的时候，天领奉行和勘定奉行都会马上否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其实早就已经很明显了，除摄奉行外的两奉行都与愚人众有所勾结，利欲熏心的愚蠢人类们。于是现状便是愚人众那边的搅局者依旧存在，笼络了两奉行，又在暗中推广邪言。只可惜如今在两奉行与雷电将军的庇护下，还揪不出那个搅局人的尾巴。那要怎么办？把切入点放在盗窃人身上，总归要好下手一点。我准备策反天领奉行。策反天领奉行？你在说什么呀？天领奉行不是已经在造反了吗？
我指的不是天领奉行背叛幕府的事，而是让某个人背叛如今的天领奉行。利用他的话，想必一定可以把你再次带到雷电将军的面前，正统领着幕府军的人，每个月的这个时间都会来神社祭拜，也是我们今天的客人。他好像已经在你身后了。不要动。通缉犯居然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神社，别想动什么歪心思，老实跟我一起去奉行所抓住他。是。啊，秋条、沙罗。哟，是不是几位都忘了，这里可是明神大社，在这里动武的话，不敬将军的罪名，你们准备谁来顶一下呢？切，八成公司大人，你莫非是在庇护这个通缉犯？朋友之交而已，哪里谈什么庇护不庇护？你先叫那些手下退下吧，有些事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们先去吧。遵命。那么，敢问八重公司大人，在神社藏匿通缉犯一事，是否也是对将军不敬呢？还是老样子，九条沙罗大人，论对将军的忠心，没人能及得上你。身为臣下，自当忠于将军，身为武人，将军的境界亦是我一生所求。即便雷电将军迟早要把你的神之眼也夺走，眼收令是将军的决断，我绝无怨言。唉，只可惜一片赤诚终被时局所缚，该说你是糊涂还是唯一清醒的人呢？请您直说，公司大人，您此话是何意？眼受令不过是受了愚人众的误导，让盗窃国民自废双手的愚政罢了，而蒙蔽圣听的正是你自家的主子，天领奉行九条家的人。你是说九条家叛变了幕府？正是。你理解得不错。八成公司大人，您的指控不仅危险而且可笑。三奉行自古侍奉将军，绝无二心。我被九条家收养以来耳濡目染，天领奉行上上下下都对将军忠心耿耿，尤其是家主孝行大人，他对无想的一刀的崇拜胜于所有人，我对将军的尊崇之情不及他万分之一。试问家主又怎么可能做出与将军不利之事？三天后，等三天后你再来这里，我会把证据给你。作为公司，我很清楚一件事，人们总是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所以有些事可能只是你不愿看到而已。那就只好由我来当这个坏人，把它抽丝剥茧，好好呈现给你了。三天对吧？我会来。但如果我没看到证据，那还请公司大人对妄测九条家一事道歉。还有，他，我也会一并带回去。好了，那就三天后恭候您的光临了，客人。我了，想不到九条沙罗会到这里来。话说神子，你刚才所说的天领奉行叛变的证据已经有眉目了吗？怎么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当然没有了，我是看刚才说服不了沙罗才临时想到这么讲的。不出所料呢。扭转神明的意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大的赌局啊，有谁可以面对神明还有十成的把握呢？那我们该怎么办？时间只剩下三天了。想拿到证据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帮手。现在随我去把那位专业人士给叫醒吧。